弘一大师之十，客满啊！唉，又客满，唉，间间客栈都客满，咁点呢？喂，先生啊，嚟呢边啦，呢边有地方租啊！前边有地方租啊！嚟啦嚟啦，我嚟啦！有人客咧，得一个人嘅啫。有都好过冇啊！小二哥，系咪有房租啊？系啊，呢度有地方租啊，好干净啊添啊！入嚟啊！好啊，好啊，请跟我嚟啊！你嘅行李呢？等我帮你拎啊！哦，唔使啦，我冇咩行李嘅，得一个包袱咋？吓，出门冇行李嘅？啊，冇嘢，我多嘴多嘴，冇相干。啊嗱，呢间房好唔好啊？够唔够大啊？够啦够啦，够大啦。呢间房一个人住啊，已经够住噶啦。系板床，地下湿啲，近厨房啊嘛。好，冇相干啦。嗱，点着灯啊？虽然一灯如一灯如咩咧花生是豆啊，啊一灯如豆啊，是啊是 啊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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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一灯如豆啊，我真的懵成成，一灯如豆啊，够光啊，嗬，哦，够啦够啦，蚊呢是有几只嘅，不过好少咬人噶，冇相干啦，唔紧要啊，先生，咁你要咩晚饭啊？我哋客栈呢有啊牛肉啦，有青菜咸鱼啊，啊鸡蛋啊，仲、唔使啦，咩话？够噶啦，你要边样啊？唔使啦，你唔食晚饭嘅咩？系啊，我冇食晚饭嘅习惯嘅，我哋叫做迟午。你话咩话？你冇食晚饭嘅习惯噶？系啊，入咗屋好暖啊，等我除咗顶帽先。哇，你个头！啊，冇头发嘅，啊，佛珠啊，哦，我知啦，你系和尚，系啊，小二哥，我系和尚，和尚，喂喂喂，和尚啊，好地地点解做和尚啫？啊，系咪你冇阿爸又冇阿妈嘅咧？唔系啊，点解你会咁问嘅？是啲孤儿啊，冇人养，先至去寺门嘅啫嘛。小二哥，你搞错啦。对唔住啊，我多口啊吓。诶，我出去噶啦，有咩需要咧，你自己搞掂噶咯。不过如果系唔掂嘅，你可以嚟搵我啊。好啊好啊，你真系关照啊，我自己会噶啦。咁早唞啦。早唞啦。你仲唔上床瞓觉啊？我仲要拜佛念经噶，吓、啊，咁我走啦。好啊，早唞啊。喂，和尚，和尚，弊，后门开咗添，我谂佢梗系走咗啦，未俾租钱噶、啊。我未走，啊，我仲喺度。和尚啊，唉，好在你仲未走啫，吓死我啊！我喺度，不过早啲起身啫嘛。你系咪傻噶？咁早，啱啱天光啫，你就出嚟呢一路坐，你仲勾住块布添啊？
做咩啊你？冇嘢啊，我習慣咗咁早起身㗎啦。咁你唔喺间房度坐？因为我要念经，怕嘈住人，所以咪出嚟坐囉。唉，真係服咗你啦。本来我一起身就要赶路上九华山嘅，不过见你未出嚟，所以喺度等你一阵啫。諗住唔好嘥啲时间，咪念经先囉。等我出嚟？哦，你要食早餐呢，係咪呢？唔係，我食咗早餐㗎啦。两个干馒头，一杯水，我已经好饱㗎啦。咁你要咩呀？我要计清房租俾你㗎嘛，然后先至可以起程㗎。计房租呀？係，小二哥你真係勤力㗎啦，一早就起身。打工係咁㗎啦。呢度一文银係房租呀。你点知㗎？我昨晚唔记得咗话俾你知几多钱一晚㗎。你哋喺墙上边咪贴住房租价钱嘅。啊係喎、哦。原来你识字㗎。你读过书㗎啦。係，我读过下书嘅。你係真係好彩啦。我仲以为你係穷和尚添。你讲得啱啊，我好穷㗎。哦，咁真係对唔住啊。我小姨狗眼看人低，自己多嘴多嘴。老板知道咗就会闹我。唔会，老板唔知嘅，而且我都扯啦。嗱，房租系8.5元。啊，等我叫醒老板找钱俾你啊。唔使啦，零头打赏俾你啦。咩话和尚？有打赏添啊？我真系谂错咗。咁以后唔好随便乱咁谂嘢啦。和尚唔会呃你嘅。他要修道的嘛。啊，和尚啊，下次你经过你一定要入来坐啊，好不好啊？好，如果我经过我一定会来探你的。最好你来帮衬我们啊，我会揀间干净的房给你的，不会又给你住在厨房隔离的。好，多谢你先啊，不过住在哪里都没有相干的。好了，我走了。啊，喂，咁你个包袱呢？咪喺呢度囉，我執好晒係等你嘅咋。哦哦，和尚，我好挂住你呀。多谢你。咁我点样先可以再见到你呀？你多啲去佛寺礼佛食斋，或者会见到我嘅。哦，再见啦。再见。宏山师兄，咁匆忙赶住去边啊？哦，蝶幻师兄，我赶住去见宏一法师啊。哦，有咩事啊？佢写紧对联，我去同佢磨墨，你都去睇下。啊，好啊，一齐啦，嚟嚟。和尚，我哋嚟啦。嚟啦。宏山、蝶幻啊，两位有咩事啊？哦。我哋嚟睇和尚写对联学下嘢嘅。系啊，太客气啦，我写噶啦。哦，啊，呢对系令出外欲，永得大安。嗯，呢对系四言嘅。哦，呢对系言必不虚妄，心离于有无。系啦，呢对系五言嘅，仲有。哦，呢对啊。界是无上菩提本，佛为一切智慧灯。是啦是啦，这对是七言的。这些对联是我自己赞的。哦，你在哪里找资料啊？是在华严经找资料的。哦，啊，好啊，这字又靓。我写这些对联目的是为令到读者生欢喜心，深入经藏。哦，那就是啊。文字都能够令人产生美感，会得欣赏的，真的可以产生欢喜心的。是啊，还可以引导进入学佛的因缘，功德无量的。是啊是啊。啊，和尚啊，你收埋支笔，不写了。不写了，我还要诵经。
今日仲未念普贤行愿品，又未念地藏经。哦，咁啊，和尚念经系嘛？咁我哋行先啊。哦，我都跟住嚟。哦，真系奇怪啦，佢哋做乜嘢呢？忽然走晒。和尚啊，佢哋听嘢啊。听嘢？嗯，听乜嘢啊？喜贤，你唔知噶啦。系咩？我都唔想知咁多嘢啦。庞居士啊，你哋等埋我啊！快啲啦，咪走鸡啊！哎呀，真系激气啊！咁嗰本经呢？地藏菩萨本愿经，佛告定自在王菩萨：有佛出世，名清净莲花目如来，像法之中有一罗汉，福度众生。因是教化，遇一女人，自若光目，切食供养。罗汉闻之，欲愿何等？光目答言：我以母亡之日，知福救拔，未知我母，生处何趣？罗汉闻之，唯入定观。见光目女母堕在恶趣，受极大苦。罗汉问光目言：汝母在生，作何行业？今在恶趣，受极大苦。光目答言：我母所习为好食淡鱼别之属，所食鱼别多食其子，或炒或煮，事情食淡，计其命数千万复倍，尊者慈悯，如何哀救？罗汉闻之，为作方便，劝光目言：汝可自成念清净莲花目如来，兼数或形象，全忘获报。光目闻已，即舍所爱，寻画佛像而供养之，复恭敬心，卑泣瞻礼。忽于夜后梦见佛身，金色晃耀，如须弥山，放大光明，而告光目：汝母不久当生汝家，才觉饥寒，即当言说。其后家内彼生一子，未满三日，而乃言说，启手卑泣，告于光目：生死业缘，果报自受。吾是汝母，久处暗冥，自别汝来，屡堕大地狱，蒙汝福力，方得受生，为下贱人，又服短命，寿年十三，更落恶道，汝有何计，令吾脱免？光目闻说，知母蒙义，哽咽悲啼而白被子：既是我母，合之本罪，作何行业，堕于恶道？被子答言：以杀害毁骂异业受报，若非蒙福，救拔吾难，以是业故，未合解脱。光目问言：地狱罪报，其事云何？彼子答言：罪苦之事，不忍清说，百千岁中，诸百难境。光目闻已，涕泪豪泣而白空界：愿我之母永脱地狱，不十三岁，更无重罪，及力恶道。十方诸佛慈哀悯我，听我为母所发广大誓愿，若得我母永离三途，及施下贱，乃至女人之身，永劫不受者，愿我自今日后
对清净莲花木如来像前，却后百千万亿劫中，应有世界所有地狱及三恶道诸罪苦众生誓愿救拔，令离地狱恶趣、畜生饿鬼等，如是罪报等人，尽成佛境。喂，四姑啊，你做咩喊啊？唔知点解，我好感动。弘一和尚嘅声音真系好听啊，我都好感动啊，我都好想学个感念，不过我都系冇啲咁嘅福德噶啦。应该用留声机至得。好啊，好啊，哦，唔紧要，我可以介绍你去唱片公司留声啊。夏居士，嗯，你个开明书店有咁大经营，应该有留声设备嘅。系，好啦。不过要睇下弘一和尚嘅意见点先得。好，咁问下佢先啦。